来看看 NB4 的内部电路板，现在已经把损毁的外壳拆了。这些是遥控器拆散的零件，这应该是全网最惨的一个 NB4 吧。这个手柄已经断了，损毁还是很严重的。现在我们准备试一下遥控器的功能键是否有损坏，看看还能否正常控制这辆坦克300。现在来一起见证奇迹时刻。 再次尝试开机，欢迎使用开机成功。现在来试一下这些功能键是否都正常。左转向，右转向，转向一切正常。油门键测试，油门和拖刹正常，屏幕触控测试。 触摸正常，开启车辆双闪，开启中网雾灯和前杠灯，开启大灯，远光灯闪烁。 开启远光灯，开启中网爆闪灯，关闭灯光，关闭双闪。这个NB4遥控器内部基本一切正常，果然很牛逼。